大哥，咱这是哪里啊？我吃广面。啊，你这个用这个大拳头这个产品用了多长时间了？咱去年底位开始用啊，你觉得在这个西红柿上使用的效果怎么样？啊。刚冲着冲着3次了，嗯，这冲着看着上以后，嗯，它这具体个在这个作物上表现是，你给我们描述一下。它根系好，叶片很绿，嗯。还比较柔软，抗病性强。抗病能力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嗯，这个坐果现在是正式坐果时期哈，你觉得这个坐果率上有没有提高？好，它开花期间，嗯，可见管上点了以后哈，大小鸟哈，然后看着哈，比较稳定啊，看着。嗯，就是苗齐苗壮，开花坐果率比较好，是不对是？对对，是啊，啊，行，这个现在多长时间冲一水？在那10天左右哈。10天左右，对。咱下次的话是不是打算用这个大拳头这个产品？行啊，继续，好好继续用吧。好好，非常感谢大哥对这个大拳头产品的一个支持哈，非常感谢。谢谢，